Hello， 海豚，你好的。最近冬天还蛮冷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会使用暖暖包吗？会，我现在肚子上。真的，没关系，不过没有暖暖包也没关系，我当你的暖男。哇，来第一次见面送花这种的。哎，不过还要少一点什么？只看一二三，瞬间。吹口气，那把它拿出来吧。操！海豚心里想一张牌，想一张牌。对，想好了吗？好，一二三。嗨，怎么想这种？你干嘛刚刚用的拿出来？怎么想这种？你可不可以不要想？你刚用的干嘛？没有，是新的。小海豚，这边有一个漏斗，你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东西。没有东西，你的脑袋里面有东西。我脑袋满满的东西。然后大耳朵呢，这样靠在这边。哎，水就倒出来了。水啦！原来哦，脑袋进水啦。你才拿来进水。不会不会，是你自己尿尿吧吼。现在开始录。还有，就是魔术 channel 已经拍了一年多了。对，很棒。然后就很开心，大家都会一直来跟我一起瞎闹。所以呢，好感动，是感谢一刻吗？我还没准备好。要过年了，所以我就想说，这是一个颁奖，就是一个谢谢大家，尾牙，尾牙的感觉。谢谢老板，谢谢小海豚。然后里面有一封信，你可以稍微看一下。我觉得我会被吓到。啊？什么东西？你这个人，我怎么可能？拜托，一个。都没有，没有，拜拜。看我还这么感性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吸管这边有没有吸管？比较大一点，粗的那种，比较大尺寸的一点。你喜欢大尺寸？最大的。有没有比这再大一点？大概像这样，大概像。就是加水一下想好了吗？那就红心 A。红心 A 是不是？各位观众，一二三。啊！红心太快了吧！啥呀？红心好会动哦。鸭子找到你的牌。嗯。但是我找到你。哇！果然是干花 baby 哦。主要是测试一下镜头跟拍照的一些实测的功能，就要特别找王美来实测啦。那你先帮我拿一下，拿一下。我真是一雪前耻，那个被玻璃瓶打下来那时候，我真的开始训练，别东西掉我就先接。就是我有时候也会害怕，就是摔到真的单眼。所以才不会要背那么多。对啊，就让它看起来比较逼真。好，然后这个，哎呦，哦要，这个很